大家好，我是阿依，我是 Shlepp Records 其中一名歌手。我刚刚录完我的第四首歌，叫做 No Way。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讲一大堆女生，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男的要过来跟你讲话聊天，想跟你怎样怎样，但是你就想跟他们讲不要有太多想法，因为我不会跟你怎样，因为今天我只想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只是想跳舞和大家一起在一起，没有想到其他的事情。所以我想这首歌应该很适合很多女生，因为这种事情常常发生，你们出去玩的时候。这首歌叫做 No Way， 而且这首歌是也是很有活力的一首歌，你听了也会跟着想跳起来。大家记住这首歌，很快就会在我的唱片上出现。再见，拜拜。